四十岁的李彩华近年主力在内地发展，吸金力好强，有指佢身家已经过两亿。在内地人气好高的佢，近日以电视剧女王的姿态回归，高调宣传新剧，而此系要同最近以新闻女王诞起的新电视剧女王佘诗曼对冚。李彩华近日更新社交网，分享了拍剧的花絮。片入面佢打扮精致，估计都是要演有钱女的角色。李彩华发文话：电视剧女王回归啦。而四十八岁的佘诗曼近年亦都成功打入内地市场，佢主演的内地剧《今天的他们》在内地播映同样受欢迎。佢饰演的角色就同新闻女王一样，是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，被不少网民形容是新闻女王 2.0。